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上次我去日本，然后工具店 Workman 找到这个，本来一直在想说，之前看 YouTube 介绍那种衣服，然后自带风扇的，然后后来去 Workman 的时候，那个工具服店，后来有看到他有在卖这个，然后总共就买了一套回来，一个是衣服。手表可以到手表、一个是衣服，长袖的衣服，这个是戴帽子，然后这个帽子可以拆解的，不是长袖，我买短袖的，我记得我买长袖，我是闹就记错了，买短袖的背心式的。然后这一件的价格是日币2900，然后价格是含税2900，然后另外它的风扇组是要另外买的，一个是风扇，看到吗？这个风扇就里面可能要挤一点，有吧？有风扇，把我脸遮住，有没有？风扇是两个，风扇是另外买的，然后这个风扇是日币4980，然后它有一个，然后对应的电池也是要另外再单独买的，所以到时候买的时候，你们如果有需要买的话，那这个就是电池跟风扇是搭配，后面会有搭配表，那时候我也看很久。然后电池就比较贵，因为这一颗电池是18伏的，然后是充电式的电池。电池的话，它有挑颜色，我那时候是挑了一个迷彩色的，一个电池。然后单价含税的话是9800，那先把电池打开。一个一个打开来，这个是盒子，放旁边，里面电池就一颗，很像充叫什么锂电池，它这是锂电池，输入式电压是1500mA，然后输入电压是直流电8.4伏。然后输出的电压最高是18伏，然后14伏、11伏、8伏，所以它这个可以调整它那个风扇的转速。他那时候我在现场的时候，我先测，买的时候我请他先测试给我看，所以他那个可以调速度。然后它最大的这颗电池安培量是6700mA，48.24瓦。然后我挑的是迷彩的颜色，它有两三种颜色，素色可以选，然后是挑这种颜色。然后这边有调整的速度，等一下插电就知道。有没有？这边两个按钮，你可以调上下。然后这个是充电线，应该是还有电，所以应该充电线应该现在是目前是用不到。转一下子应该可以。那这个是说，如果是用最高速18伏的话，是可以用2小时；那如果是用最低速8伏的话，就可以用15小时；那11伏的话是7.5小时；14伏的话4小时。所以最长15小时应该很长，超久，一整天外面都该会有风吹。然后我们现在打开电风扇，然后一开始看到的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的电源线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风扇的那个网子，然后就会看到两个风扇。
还有一张保证书，应该是使用说明书还有保证书。我是那时候去福冈餐的时候买的，所以他还说那时候还给我叫，请我他帮我盖那个保证书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在他们店里面买。然后怎么组装呢？就要看说明书了，忘光了啊。其实应该好像不是很难懂，不会很难懂。它这个好像是风扇是长这样子，很像一个小型的电风扇。它这个是转开的，一开始他就说先把这个转开。哦，这个很贵的风，没有。转开之后，然后衣服。衣服洞有没有？这边会有一个洞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洞，所以两个洞。然后这应该是有分方向性的吧？这个装错应该就应该是要吸风进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要吸风进去，先试着看看，因为这个上面说明书。说明书没有特别讲，会应该是说明书是日文，是这样吗？应该平的要在你外面，凸的啦。哎，可是他电源现在在外面，他这边有一个那个，我先看一下说明书，看一下，他这个电源线是一对二的，所以是。一颗电池对两个风扇，我这个是有没有一对二的？这个是插到电池，然后一条线插一个。所以我先把这个拉开来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一个，是这一个拉开，应该就会知道。那时候装我看他装，我也没有仔细看哪一边是朝外，哪一边朝内。哦，大概，只是说现在确定，它这边有线，对，是这个圈圈在里面，凸的在里面，所以是从 mark 在外面就对，好，先把这个放进去，然后这个把它转上去，要转一下啊，这个。转上去的时候就像这样，有看到？哎，讲就有看到，平的，有没有？这边是平的，我以为是凸的，结果它是平的朝外，凸的朝内，粗的，因为这边充电那个电源线在里面，然后再装另外一个，它总共有两个，一样，转开来，这个应该不能转太紧，这边转太紧应该会。那它的这壳是塑胶的，那应该会断掉，会裂开呀、啊。然后就要再买一个电风扇，一个电风扇5000日币哈，5000日币，一个电风扇500块是吗？将近台币500块，1000亿，现在是22嘛，22左右。台湾我没去查过，台湾我没看过这个台湾是多少价，大概是无掉秋水姿势手，哎，电源线接好，不，风扇装好，然后电源线，他就说有一个长的，这边放过去，这边有一个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那个勾勾，这样不知道有没有？哎，这样可能太远看不太到啊，这样就看到有没有？在我的光亮的额头前，它有一个勾勾啦，就是类似防拉扯的，就是怕你把那个端子头拉起来，在风扇上面，把线固定在衣服上。
有可能在跑的时候或怎样的时候会拉到。后等一下穿线比较麻烦，第一次穿，所以穿的慢一点。然后网子，咦，它网子就蛮特殊的。它如果套上去，那个线不就可以卡住了吗？那怎么套？我先转开来，再套网子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套网子只是防止手去卷进去而已啊，异物卷进去。还是这个网子是套在另外一边的，套在这个，我误会啊，因为套那个就没办法插插头，套在这一个上面，太聪明了，进风口嘛，那你套上去不就可以过滤嘛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把它盖上去，防止异物卷入。就我刚错，因为我以为是套在出风口，然后再把它装上去。我们再把线固定好，然后这一边一样，先装网子。哎，电脑又挂掉了，所以才有空拍这个。网子设计的太刚刚好了吧，一拜一拜，真的，一拜一拜，尺寸刚刚好，多也不少啊，是不是？我很怕我把太大力把这个风扇搞坏掉，一个风扇500块，台湾又买不到，台湾有 Walkman 吗？日本的 Walkman， 那时候他那种工具店都不是在市中心，都是在郊区，就是市中心都有要坐到小站，然后再走大概我那时候也走了15分钟的路吧，才走到。好，线固定好了，然后可是它电池要放哪边？哦，这边有口袋，记得。他说口袋放电池，对，电池是放在这边口袋里面。好，我们组装完毕。这样，我先不要穿，现在试试看它那个风量，一插就爆炸，不会啊，这个，哦，不会动，电了吗？用完会有段时间，大概不到一个月，长按，把它穿上去。先把电池拿下来，哦，有，我试穿看看，看上去，因为这样看不太，然后先把那个标牌剪掉，标牌是 S， 它怎么不会动？不买的话就一直丢到旁边。试穿，我身材是我买的最大的3X3L， 在这边，然后。它这个电池就没有防拉装置，但是电池是放那里，看一下，有量耶，马上就量了，应该是一级的，就是一级的风力，然后这边是可以把这个就让你更密一点。就是让那个风不要跑出去，就是像类似拉紧的意思。因为它的那个这个牌子上有写，它总共有几个地方，两个风扇，哦，有比较凉，然后脖子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拉紧？对啊，这边两个，应该是吧，让你保持里面是有风的状态，不是里面。那现在这边是一级，就四级啊，最弱的。那我开到调强，就听到声音，有没有？身体就鼓起来了。哦，真的差很多，很像那个噔噔噔噔噔，还有身体就整个鼓起来。所以旁边最底下这边还有，所以这边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。
将各边在这里，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再拉紧，再拉紧一点。哦，穿这一把三根，剑型应该不错。那个可是它的单价就是有点贵，没有，现在是二级，就是第三级，就整个鼓舞里面都是会有风。我现在再调一级看看，是从这边进去，腰这边进去，然后从这边送上来，送到脖子这里，所以它是整个从这边进去。接进去，然后鞋子从这边出来，然后你就感觉上是有风从背整个肚子这边升上来，然后冲上头去。那你如果这边封起来，就整个浮起来；那你如果拉到痛风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你就这边开一点点口的话，这边就会有风子出来。像有那种小电扇放在那边，然后一直吹头，可是这样这个不是，这是从你身体直接这样吹上来，吹到上面。然后现在是二速，然后现在是最快速度，最强的，没有，服务。他是说这个风扇说最大风力是18伏嘛，所以最每秒是96公升，对，可是这个只能吹2个小时，最强化，应该是到。不用到最强了，你大概开大概二级就够了，二级就可以吹很久。自动降速，就是快没电的时候会自动降速，然后不会一直开。它这个是电池，它这边想当那个电流不够的时候，它会自动降速。最强是4级，然后3级、2级、1级，然后现在是降到3级。其实2级就够了，因为它有那个风对流，那你就不会在工作在外面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热。哎，不错，钓鱼啊，或晒太阳的时候戴着帽子会有风一直吹，闪爆。好啦，今天开箱就到结束啦，这边不是业配啊，自己出钱买的，没有业配。我也不会讲日文，所以跟你业配想太多了。好，拜拜。有没有？它这边风扇在这里，两边各一个，所以风扇从这两边。然后后来我发现它这边是可以有一条电线冲到外面来，所以它电池是放这边。然后调整，然后就不用从这边中间打开，然后从这边调整，它就整个鼓起来。拉一冲去，一打开开关，它就直接整个冲光。可是全速的时候就很惨，所以大概是二速。现在是二速，就第三级就差不多了，就有凉了，因为它有风在循环就不会热了，反正你把你身上的热风带走就不会热了。